那个咱还有一个那小的嘞。那是买爸的日子。那正好咱给绒毛了，那是客的嘛。买爸的日子还没换毛了。买爸的日子。我想这长毛的。那个贵，那个2300。那个跟那个都是日子，他比他大了有半月，跟他中年的。这一个是去年的。那边老崔有个是，那边老崔戴帽的。老崔给他卖了，2000块钱卖了。那不是什么给他，还带一个了是呗？哦，卖了没拿走的是吧？拿走了，还有一个，他带俩。哦。我卖给他带了个水面。嗯、我也忘了。跟这谁早一点，我那牛在烤。我带你先别话。市场上卖狗的。你今天用手一摸，你不拿个3块5块，全部是专卖店的中国。往那边去，你看几条街都是的，我没法一次拍清楚啊，慢慢拍。